叫本本，我的中文名字是陆克文。我的研究的题目是跳舞。我就有五个人，就我一个人跳舞。我一直练习舞蹈，练习十年。我跳三个我想他们是芭蕾舞、踢踏舞和爵士舞。我最的舞蹈是踢踏舞。我具体的舞蹈让你。我没有不喜欢的舞蹈。我去星期三、星期四和星期六。去年我的到了一双足尖鞋。我不但很难，而且很好玩儿。我的舞蹈老师跳舞跳得很漂亮。我在班会做6月7日在 Cumberland Valley 表演。我觉得我的舞蹈课很好玩。谢谢大家。